你可以自己干嘛？ 他也有中间商吗？有啊。那么久，他中间商干嘛的？有一些，就类似我们介绍人那种。也是卖设备的吗？应该是吧，我也不太懂。你问一下他呗。这么久。 就是之前那个红蓝老师跑来跑去，是因为他设计的问题，对吧？对。因为他们要跑来跑去，我觉得会影响那个效率。用管制定速还可以。啊，我也没。